是什么让女演员们如此开心？稍等啊！你去啊，在床上我们躲下来。是什么让女演员们更加开心？歌剧女明星林娜贝尔，这是肯定的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只林娜贝尔，我超洋气的。还有一个特别可爱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手还有这个是，哎呀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他有衣服？这是限量版的五周年的贝尔，超可爱。没关系，你也有一个。两点，咱俩们也都是第二次合作，不管怎么样，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出色，爆的无敌的，么么哒，你们江湖再见。